往呢，超跑的价格动辄破千万，但是呢，现在包括了机架，还有玛莎拉蒂跟保时捷等等，都推出了所谓的入门的版本，价格砍到400万元左右，要跟宾士还有 BMW 一块来抢市场。轰隆隆引擎搭配流线造型，顶级敞篷超跑现身西门町发表，一人天星也一起亮相。厢车配美人很完美，但糗的是突然下起倾盆大雨，让身穿露肩小洋装的天星撑伞淋湿，好尴尬。大家还好吗？2014必定注定发了。不止找来天星，英国名车 Jaguar 贝克汉代言影片也首度播放，果然吸引超高人气。尽管要价近400万，一上市就接单不断，但抢攻台湾跑车市场，玛莎拉蒂也没缺席。同样走贵族气息，玛莎拉蒂跑车日前推出柴油版本，同样打出400万以内的价格，彻底扭转顶级超跑动辄千万的形象。开棚或关棚不到20秒完成，跑车便上空敞篷，出外兜风，好拉风。从保时捷、玛莎拉蒂到英伦品牌 Jaguar 都抢攻敞篷车款，希望跟其他跑车做出差异之外，期待在中高阶的汽车市场抢得先机。东森新闻郑恒凯综合报道。